Hello，你来啦！好久不见。你换吸尘器啦？对呀，这一台新款升级版的 A9T 系列，它更厉害、更方便、更有效率。这次的 LG A9T 系列呢，它是一个大全配，All in One 的大全配。除了原来的这个最有名的石头吸头之外，它还搭配了强劲地板吸头。这个吸头呢，非常的厉害。它在我一次在吸地板的时候，它的边边角角以及缝隙可以一次搞定。这个的话是毛发专用的吸头，它这边有一个特殊的设计。像是我的头发比较长，非常会掉头发，以及宠物的这个毛发，所以你使用了它之后，吸了之后呢，这个毛发不会纠结在上面，非常的好用。这一次它的一个新设计太空站，它不只可以收纳所有的这个配件之外，而且呢，它这里头还可以同时充电，它可以同时充两颗电池，除了本身机器的一台的一颗电池之外，它这边还有另外一颗电池也同时在帮你充电。那这样子一颗电池可以连续使用一个小时，两颗电池总共可以使用两个小时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够用。以前呢，它的机器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一个配件的头，但是呢，我都要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，然后每次要用的时候呢，就要去捞去找我要用的那一个，实在是很不方便。但是呢，这次的 A9T 的太空站设计实在是太完美了。你可以看得到的是，现在呢，它的吸头两边有挂着两个大的，那另外呢，里头还会有两个，这边打开之后就会有其他小的吸头都可以放在这两侧。它让每一个吸头都有自己的家，然后这样收纳起来，是不是非常的简洁又漂亮呢？还有啊，这次的太空站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，像以前啊，我们在吸完地板之后，不是要把这个灰尘都要拿到垃圾桶去做一些清空跟整理吗？但是呢，现在不需要了，只要把吸尘器放回太空站，然后一键按钮，排空灰尘。太空站就会自动把里面的灰尘吸到底下的这个集尘袋里头。你现在这样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在这个集尘袋的上方有一个紫外线灯，它可以抑制集尘袋里面的灰尘不会滋生细菌，也不会发霉。滤网保养也很轻松哦，除了这个吸尘器本身的这个气旋滤网，还有上盖的这边有一个排气的 HEPA 滤网。然后以及这个围尘滤网，还有太空站的这个马达保护滤网，以及底下的围尘滤网，都是可以水洗的哦。水洗后使用才干净，让吸尘器保养更加方便。这么好用的 LG A9T 就到神脑买。